上课喽！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哇，今天天气非常热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待会你们桌上饮品喝完的话呢，就欢迎再次到我们铁花吧去购买清清凉凉、舒舒爽爽的好喝饮品。那今天是礼拜天，铁花村呢，从礼拜三到礼拜天，每天的晚上8点到10点都会有不一样的音乐演出。那节目呢，今天是邀请到两位台东在地非常厉害的歌手，然后他们会演唱一些经典的歌曲，也会合唱。然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铁花村的环境，在你们的后方有厕所，如果待会要上厕所的话，厕所在你们后方，外面有一个分类垃圾桶，大家就做好垃圾分类丢进去。那场域里面呢，唯一一个可以吸烟的地方就是那边有贴一个海报，很多海报的地方，那里是吸烟区。那手上有盖一个手章呢，都可以自由进出我们的入口。那铁花村在假日的时候呢，有卖市集，这排蓝色的摊车是铁花村的首座市集。那在旁边就是上面有个铁花好店的扛棒，那里呢里面有贩售好听的专辑，还有铁花村跟陈建年老师合作的文创商品。那现在里面呢也有一个跟女艺会合作的画作的展览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逛逛我们曼市集，然后木空间，然后木空间的旁边呢有小食摊，那边有卖一些简单的吃的东西，大家如果肚子饿的话呢，也可以过去买。就是简单的说，就是铁花村的环境就是有我们这边的大舞台、蓝色小屋、假日曼市集、木空间、铁花好店、铁花吧，这个围起来的空间才叫做铁花村音乐聚落曼市集。那在徒步区啊，或者是波浪屋、烤大爷隔壁的这些商家呢，都是由各个不同单位去管理，那铁花村就只管理我刚刚说的这一小块这样子。那铁花村从2010年就一直到现在，已经满12年，迈向13周年。那在月底呢，也是我们铁花村的周年庆，安排了非常多好听的音乐演出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再来到台东，来到铁花村，都欢迎你们可以一直入场的看表演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铁花村呢，不管暑假、寒假什么假，我们都是礼拜一、礼拜二公休。公休就是我们不会有音乐演出，铁花好店啊、铁花吧、市集都不会营业这样。那至于旁边的店家会不会营业，我们就不知道，因为不是我们管理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说，我要去铁花村的话，其实铁花村就是这一块，那一整个区域叫铁花新聚落，就是铁花新聚落里面的其中一个店家叫铁花村，然后那边是其中一个店家叫波浪屋这样子，简单吼，很好理解，因为以前呢、十二年前这里这一整块区域就只有铁花村是亮的有营业的，可是慢慢因为台东县政府呢就是开始规划这一整个区域，所以才有波浪屋、什么星巴克啊什么，他们都在这里。然后路上的原本是马路哦，外面这个徒步区原本是车水马龙的马路，后来也改成徒步区这样子，然后上面渐渐有市集，可是因为太长，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很多人都会误以为铁花村是管整个区块，但没有，我们就是管这一小块而已。那再次提醒大家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如果大家走动啊，口罩都一定要戴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今晚的节目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有机会你们可以一直来，也谢谢你们。那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以及铁花村所有员工，谢谢你们。感谢你们，好吗？我们一起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的。那我们就先欢迎我们上半场的演出者志云老师。